这个是我们野谷巴特的作品啊，这个是面具啊，由我们彭老师啊精心设计哈，做的都各位长辈都做得很不错啊。然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蜡烛哈，这个是我们的蜡烛，然后也是有做野谷巴特粘在上面啊。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也算是相框啊，这只都是长辈们最宝贝的东西啊，最宝贝的相片都挂在上面，一样，这是都是啊各位长辈做出来的相框，这些一直到这边。我们也是最近的作品啊，做出来的野谷巴特，还有我们的木雕。上面叫的也是铁骨巴的粘贴，是由我们的彭老师设计的油桐花做出来的乌龟，好，这些都是我们长辈精心的杰作，好，谢谢谢谢。踊跃来参加我们那个彭老师的一些作品，他还真的很有心在教我们做，所以我们要热烈的踊跃的来做这些彭老师的作品。好，这样子就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职工大家好啊，很高兴今天来由我们彭老师带我们做这个即兴版跟鱼啦、鸭子啦一些创作品啊，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啊，因为这是也是老师的心血，做好完成品以后能够暂时保留社区。9月19号呢也要到我们三林社区，因为我们是旗舰社区，要拿过去展览，因为也要帮助他们捧人场，因为他们是同卓越社区，所以说我们是协力社区的话，我们要过去差不多10个人去那边帮忙，还有带一些我们由我们彭老师带的作品到那边去展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展示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彭老师以及我们执行长我们陈金龙大哥以及我们理事长张瑞典理事以及各位我们协会大哥大姐大家早安。其实我们从5月份我们的疫情开始我们停课，一直到这礼拜我们才恢复啊。其实说真的，大家都很难有机会见面呐。那今天又看到我们的彭老师又带了这么漂亮的那个杰作，我们应该是不是给我们彭老师一个大的掌声鼓励好吗？然后刚才那个执行长讲说，后续我们那个做旗舰那个，我们是被那个小鸡，所以后续我们要去把我们的九龙最做出来最优秀、最杰出的佳作给大家看，哎，让他知道我们的彭老师真的很棒，对不对？对。虽然疫情现在是减缓的，希望我们大家还是一样，那个自身怎么洗手啊，还是卫生还是要做到，以下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